来念歌咯。昔时献文花如阵阵，故事拄啊讲到廖天顶红过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要会记哩偌济？哎呦，崩坑了！泡一杯干冰，泡一杯干冰，喝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，小高杯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父母话。暖暖詹文克，咱的故事叹万代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詹文克电台制作，讲师主持。肉麵肉粽肉丸真好吃。这细汉囡仔，按我上车迄时就咧哭，毋过车内敢若剩伊隔壁上尾一位。甲看，迄少年阿母咧甲摇，阁是市内摩登小姐抹芳水迄款的打扮，我就伫伊的边仔坐落来。但生敢若伫嘴内细声哼，车上公路了。伊就看到灯声、喊我大声，变作正式咧喊的方式。迄时我才有注意到，这鱼啊差不多两岁大，头鬃把两只翘翘的残鱼啊尾，面暗嘞，趴伫阿母胸前，看伊穿的迄领囡仔衫，白底有两撮波浪式红花。印象是真古锥的囡仔，出门坐车爱哭娘娘。迄阿母双手抱咧，有那腰，有那大，伊就了我好，了我兴。乖，乖哦。过一时啊，惦去，想到则搁哭。安尼摇真久，明明伫要摇困去，雄雄司机大力动车，摇一个醒起来，阿来都袂得啦，哀了就嗨，嗨了就该。哀了就嗨，嗨了就该。好，真水！哎，我去把握到迄、那个。声音的迄个美感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水的感觉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爱了就嗨，嗨了就该。啊，当然，爱嗨该是流蛙语，无一定拢同款，吼、哦。啊，卖爱啊啦，卖爱啊啦，卖嗨啊啦，嗨甲爱无同。囡仔人伫遐咧爱，啊爱是真正伤心吗？阿囡仔人家底下咧嗨，哎，还好你听。啊，什么形容？该台湾字啊，足趣味。该吼，古早人阿个歌词，
顶管写石头的石，下骹写一字欠，对，石头欠着狗啊，啊，该该叫，普通那狗咧叫一声，讲做该啊，哦，该该叫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讲石头欠着狗啊，外来的气力拍着，迄该，所以爱了会嗨，嗨了会该，哦，这讲迄个声音的现实感哦，嗨是伤心的餐哦，啊该是狗啊咧该的声，闻啊闻啊腰闻啊打，哎闻啊腰闻啊打，这个闻啊，咱在较早老母还是阿妈咧抱囡啊，摇啊摇啊摇哦，啊过来啊打，啊咧闻啊是慢慢啊闻闻啊。渐渐啊，啊，豆豆啊，这个感觉，所以温普通这边拢写迄个平稳的温啦，吼，唔是温暖的温啦。台语是一个真水的语言，但你用好做咧介绍，干那好，都有几啊种的讲法，包括嘻、好、靠、哀、嗨、该。来表达大声、细声无共程度的好，这若是无用罗马字，是无法度完全甲写出来的。我是感觉讲，单类文学哈，内面有一点特色哈，而且特色兼采是无带伫国外的人较恶地去发觉哈，而且特色我是甲伊讲反台还是讲回台的文学，我是安那讲的哈。应该是讲，像讲黑名单迄样的人，哎，有可能二三十档袂当回来。啊，你看二三十档台湾的社会变化偌尼啊紧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带你国外回来台湾，会拄到足济文化的冲击，哈。啊，你这个海外台湾人，久无回来，回来到台湾，检查伊讲对台湾有一个真理想、真美好的记忆。抱着这个心情，啊，要来看台湾的亲人，要来看台湾的社会，哈、哦，啊，当然，咱回来二十年后，台湾的社会已经是变个足哩那济，因为是完全含较在唔知啊，啊，所以你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什么款的故事，哈、哦，啊，我感觉这块单类文学的特色，哈、哦，啊，真值得咱大家学啦，哈、哦，啊，其实是。1990年代初期哈，真侪文学拢是这种的啦哈。啊，我有和陈瑞生去讨论过啊，讲，那讲这地文学变哪用？哎，是话讲哎，啊，我讲检测是黑名单文学啦。啊，我是讲哎，那黑名单文学，检测大家听到的，会去随去联想按政治去。啊，其实伊这唔是啊，所以这可能留予一挂文学的评论家，看变来去改整理啦哈。迄查某人一面摇一面打，在真困难的环境之下，有保持市内人高等的风度。伊讲：“妹妹睡睡，好、哦、妹妹乖乖。”是市内人咧讲的迄种摩定话，佛摩萨人学人讲的北京话。但是迄孩仔唔困也唔听话，连伊冰一边，连伊暖一边，一直吵。伊抱孩仔起来坐。拿一本囡仔册献我看，凯西，看小狗狗，叔叔有个小狗狗，毛好长哦，好漂亮。我坐里边啊，静静听，吱吱吱吱，耕植的所在，拢有十分努力咧耕植，无耕植的所在，变作古古怪怪的声调，因为伊有十分拍拼，要几乎无佛母三的腔。凯西看。这里写叔叔有只小狗儿，毛长长，真漂亮。又一个问题，这摩定话开始到底是什么？想来想去，加在我英语基础也未歹，才想到原来是美国人的大名 Kathy， 实在也是可怜代，无猜我伫外国留学这么多。无想到咱台北市的孩仔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步，因有北京话美国名。
安尼伫头壳内咧讨论，开始阁好起来。查某人摕饼互食，讲：凯西吃饼干啊，我们坐坐吃饼干，喝水水。迄化妆家特别无腔的北京话，像一个满教训的三八查某，互我起真济大粒的鸡母皮。结果我失礼，甲伊照问：啊，你这婴仔名号做凯西哦？伊甲我看一下，唔知是无欢喜我的问题，也是我讲的话，都无应我。但是凯西唔食饼，也唔啉水，唔知是听无伊的话，也是唔听伊的话，想起伸手来背，一罐水轻轻倒，无采一丝美式洋装甲百斤裙，一大撮淡漉漉，连我的长裤也破淡去。但是这个查某人未记只甲我回事嘞，犹原保持高顶人的风度。美英啊，凯西不乖，妈妈不带你去婆婆家。迄英啊，听伊大声，知影斗争已经到决战的关头，竖一个大开，哇一个大声哭出来。英啊，规身躯放咧互拖。倒落去涂骹烂，这篇内底，但是就是要讨论讲，即马足侪迄爸母吼，拢无要甲囡仔讲台语，明明你都会晓讲台语，吼，台语是你的母语，不过你无要牵囡仔讲，啊，就拢讲华语，袂输你安尼较有水准，啊，去甲囡仔学即个外国名，吼，像我开始这就变就是 Cathy 嘛，吼，英语名 Cathy。啊，你著叫伊开始安尼吼，啊，袂输安尼较车样，你较有水准吼。啊，即同款单位用迄种迄讽刺口说的方式来写的吼。牛是代表咱台湾，咱台湾人啊，吼，咱台湾即本土，咱是拢用牛来代表即个台湾的意境啊，吼。啊，用迄个开始啊，哎，个迄嘛是感觉足趣味，足免哪讲，有时也是真讽刺，嘛是个悲哀啦，吼，就是讲。去接受这个美国文化，哦，啊，美国文化个过去因华语文化，啊，即马个转来咱台湾文化，哦，搁来台语，哦，啊，所以就大几啊变，啊，其实是即马咱咧台语文化咧接受新的知识，真正就是这种个情形啊，哦，按英语照来，啊，华语翻译一遍，哦，啊，台语搁去个修一遍，哈，啊，所以咱来讲用迄、那个。开始讲牛，安尼开始直接给伊倒来变作开始哈，还是讲开始嘛？你若讲开始讲牛嘛好啊哈，要开始讲啊，所以我想到会想讲，啊是啥物时阵啊？咱开始咱的少年老母开始无咧用阿嬷的话咧教囡仔哈啊，迄、那个情景是啥物款哈？我出国是一九。六零年代啦，吼、哦，迄个时阵，咱台湾人感觉讲台语是真自然，吼、哦，真自然，啊，无感觉讲讲华语则高尚，但是了后经过这个二三十冬的，这个态度渐渐变化，因为政府的政策就是讲要警惕台语这个所讲的方言，吼、哦，哎，阶级的人，罗马啦、罗岗啦，啥物，才会讲这款话。啊，都爱讲华语，叫高尚地位、官威。所以二十冬我出国二十冬啊，回来这个现象足清楚。这时，无欢喜的司机在路边停车落来，回头过来骂：“啊，你嘛小看个腰咧，安尼放古仔伊靠贵咯。”吵死了！你小孩不会叫，不要带出门嘛！你们有没有教养？大声嚷嚷，其他人怎么休息啊？这查某人站在遐，婴仔抱起来伫手里，紧张大声应：我有吗？他不睡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有吗？好啦好啦，无代志无代志，这条囡仔你提起用婴仔饲他。一个好心阿婆拄一条囡仔要互伊吃，
伊也唔知通甲摕，音啊大声吼，面色无好的司机站起来，一步一步按车行来。这时，规车的人客目睭拢咧上伊，迄摩丁小姐唔捌遮尼失面子过，又搁生气又搁冤屈，急到声音会颤，强强要吼出来，山一时紧张，失去风度。哎呀，咱嘞，雄雄讲出一句：“阿母少，阿母少吼，乖乖唔通吼，阿母少吼，乖。”实在有够三八咯，佫会晓讲咱的话。迄大声哭的哎呀，听到这句话，像吞三粒仙丹，做一个点点去。目睭直直抓阿母的面看，亲像伊袂理解是安怎即马。阿母讲即款甲阿妈同款的话，无阁有遐尼生分的感觉，都无阁好。查某人甲伊骂咧，讲：乖乖笑，阿母带你返去阿妈遐吼。台湾人嘿，即个哭甲哭是有分别的，哭甲哭有分别。台湾话讲哭甲哭，意思是有真大诶差别。哭是至亲、爸母、阿公、阿嬷啊，亡故过身的时阵，因为心肝内这个感情挂长挂多的迄个艰苦啊，所以呢，真自然的哭出来，这叫做哭。哭的意思是许多人过身唔甘思念，才哭出来，吼，才哭出声、哀出声，这个、感情的表达。所以讲有靠下啦，靠路头啦，靠条啊啦，这拢是哦。啊，那讲靠爸靠母，就是咧骂人讲啊，恁倒是老爸老母死啊，无咧咧吵。吼、哦，这靠爸靠母是骂人的话啊，嘛会用讲是一种纠缠的话啦。啊，那好呢，好就是普通时啊，心情不如意的时阵，心肝内无爽快。啊，伤心，安尼心情无好，就安尼哭出来。实在有够三八哦，哦，哦，实在有够三八哦。这哦，嘛爱轻声，你注意听我的三八，无三八，哦，三八哦。佮会晓讲咱的话，迄大声哭的孩仔，听到即句话，像吞三粒仙丹，做一个。点点起，点点起，嘛是轻声。三八不一定讲查某人，即个大家拢误会，就是讲查某人才讲三八。三八是一个人举止行动无正经，戆呆戆呆。啊，有当时会讲查某人有一寡戆，较粗。我是爱讲三八不一定讲查某。咱知影总婆、多子啊，拢是查甫较济，啊，所以伫只歌词讲：蘑菇罐头本然烂，三八总婆未晓看，干干无食了一碗，问因头家要安怎？啊，所以即个总婆查甫诶，嘛是讲三八。我阮家中诶，迄三八咧，有一个群组，叫做。三八兄弟，欸，可能嘛，我听过三八兄弟，所以三八不一定讲查某人。开西公牛这篇小说是一个真趣味，就是作者咧，伊伫车顶听到一对，就是妈妈甲囡仔啊讲话的过程，伊将伊记录落来。啊，这篇啊第一篇小说其实啊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伊主要是在讲福尔摩沙的人，就是咱台湾人耳人讲北京话的这个过程。所以啊，伫这篇小说内底，咱会使看到一开始咧，车上公路以后。啊，这个囡仔叫做凯西哈，啊，因爸母改好一个这种英语的名哈，啊，伊就开始闭嘴，好的好，啊，伊妈妈咧一直加啊加腰，一直加安打哈，但是拢是用华语在讲，好，所以这个囡仔咧哈，伊嘛唔困嘛唔听话哈，啊嘛是个
心情无介好在哭吼，一直到最后哦，这个妈妈哦，就开始用台语甲伊讲，甲这个开始讲话啊，伊总无够好啊，伊总点睛落来啊。啊，伊这边小说的内面就是讲，啊，这个少年妈妈哦，伊就要做高雄人哦，上班族哦，啊，囡仔不爱顾，就是放互因老母去甲带。哦，啊，因老母是甲教台语，哈、哦，啊，伊呢，伊就是拢含伊囡仔讲国语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中间是毋是有发生虾米款的代志？那种到尾你无阿囝的感情，伊这是切开的嘛？哦，噶毋是，哈、哦，想讲伊的囡仔，家己的囡仔在遐哭噶，啊，伊嘛唔知，伊嘛唔知咧叫要啊。哦，啊，伊是讲去拄到迄个足危急的迄个车长，你来讲，哎，你这个靠腰啊，这个老母啊，那你囡仔也袂晓摇，哦，啊，啉一个可乐，咧唰唰出来，啊，去共喷着，啊，伊较着惊，啊，着惊，本能就出来啊，本能伊就出来就开始讲台语，啊，这含囡仔，哎，我迄囡仔听你讲台语怎啊，袂哭，哈，啊，这就是唔知啊，来开始讲华语的，啊，你这个中间佫开始转来讲。讲台语，伊拄啊好有呐，坐巴士吼，等下台湾的是坐巴士，啊，撞到一对母仔囝，吼，迄个囡仔拄啊一两岁，吼，就是这个 Casey 吼，这个查某囡仔，啊，因老母吼，装甲足胖足水的，啊，抱伊起来坐车，啊，佮叫这个 Casey 的一直哭一直哭，吼，台语声是较细声，哼嘞哼嘞，到尾啊足大声嘞，啊，因老母都一直开始讲个华语啦，吼，佮讲迄种。即即马少年的爸母就爱讲的安尼，你对囡仔讲话啥物？妹妹睡睡，吼、哦，妹妹乖乖，吼、哦，我们等一下去找婆婆啊，来聪明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对囡仔讲话安尼，啊，因为是伊即个囡仔是因阿妈教的，吼、哦，所以伊听台语惯习啊，因老母甲伊讲这华语，伊就感觉真生分安尼，啊，可能会紧张的款，到尾啊，愈哭愈大声。啊，佮叫迄个司机到尾啊，连司机也挡袂掉，吼、哦，一起来骂，当然是骂迄老母啦。伊讲啊，你这囡仔，你唔得小个腰子，安尼实在是伤过差，人挡袂掉。啊，佮叫迄老母惊一条，伊惊到的时阵讲台语出来，啊，安尼就是明明你得就是会晓讲台语的，你唔讲，啊，囡仔煞啊，准较安静落的。啊，在单位的解释是讲，因为这个囡仔听到的是伊较熟悉的语言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伊就准较放心啊，就准掂落来，安尼就乖乖。乖乖小，阿母带你回去阿嬷遐吼。迄少年阿母讲的，是完全正港的台南腔。啊，你会晓讲台湾话呢？嘿啦，讲咱的话好啦，讲咱的话，婴仔会较乖啦。车搁驶上公路，顺风一直走，开始徛伫窗仔前，阿母甲伊擦鼻水。抱伊看窗仔外面，嘿牛，嘿牛，遐一只牛，开始面挖过来，看一声长长，牛。对阿母安尼讲，一支细支镜头啊，伸直直，比予阿母看，才笑出来。嘿嘿嘿，牛。对，嘿牛，啊，嘿是蚕。阿嬷兜嘛有蚕，对吧？你看，迄蚕中央有一只牛。我看窗仔外，真是远远有一只水牛，阁有一担一担的空牛仔花，一串一串发红花的冻红拿，甲一大片黄金色的花对车咧走。为这篇小说，咱会使看到啊，作者在描写台湾人的语言，特别是家庭的语言啊，伫啊台湾人的生活中慢慢啊渗透的过程。所以早期台湾人妈妈甲囡仔足自然，一定是讲母语、讲台语，吼、啊，也是讲客语，也是讲原住民的语言，总是伫某一个时代。正后啊，伫、这个书写诶时间点有可能是七零年代以后啊、台湾人诶妈妈甲囡仔
开始转换做这个市民者的语言，哈、哦，开始用北京话，哈、哦，是咱即马讲华语在讲，所以家庭语言的失落，伫这篇小说内底，让咱看到有这款的现象。虽然最后妈妈改换做台语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开始嘛，都无好啊，伊的心点静落来，因为这都是伊的阿妈的语言，哈、哦，伊听有嘛，会晓讲牛，哈、哦，咱知影牛，大概咱在教台语的时阵，迄、那个牛都是上重要的，咱那是要知。呀，啊，囡仔，有台语的这个特殊音，咱通常都会请伊讲牛，试看麦吼，还是我吼，比如讲我是成功大学的学生哦，吼，爱讲我，有一个牛的音哦，袂当讲我安尼，好，所以这个牛啊是这个乐音，就是咱台语的特色，好，所以单瑞就奇妙吼，从这个标题得个牛吼，用罗马字写落来，那是囡仔用汉字写牛的这个汉字，有可能咱。就无法度提醒咱念出台语的这个乐音的特色，吼，就是乐的这个乐音的特色，所以这嘛是用罗马语写的好处。故事内底这位清查新派的小姐，明明会晓讲台语，不过着人用着爱广西的北京话甲伊的婴仔讲话，婴仔可能无惯习这种话，一直哭袂停。这位小姐着急，雄雄闹一句：“阿母笑，阿母笑。”乖乖唔通哭，爷仔听着一句甲阿嬷讲的话同款，无生分的感觉才点起。但雷写这段，就是在批判遐个认为北京话较高尚，开嘴就讲北京话，无要讲家己的母语的人。伊嘛借这个故事提醒大家，台语当在面临流失的危机。到台南，一抱婴仔落车，一切已经恢复正常。因行伫头前，提囡仔和七个阿婆对因后边，甲外头过来婴仔讲：“阿妈到到啊呢，爱乖哦，爱听阿妈的话。”凯西。妈妈带你去婆婆家，凯西乖乖，妈妈再来带你哦。我有听到一步一步关机的声，拄只伫车内紧张拢无去啊。伊有恢复高顶人的风度，无去讲咱普通人的话，甲做人阿母的话。凯西有看到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看到牛，牛，牛。凯西有看到牛哦，嘿唔知是安怎，一块开花土地佛摩萨有真济美丽人，因唔爱讲佛摩萨的话。你讲因是毋是对不住寄伫阿嬷兜出门爱哭的凯西？啊，结果到台南的时候要落车，因老母又搁翻做华语啊。啊、所以这让咱感觉讲足无奈吼，这嘛是咱即马真正爱思考的代志。吼，其实咱永过拢讲啊，这就是外来市民政权禁台语、禁台湾的母语，吼，唔念台语，念台湾人的母语。啊、所以咱的台语才会迄个衰微落去，吼，才会一直衰退落去、失落去。啊，不过咱嘛爱反转来想讲，啊，台湾人家己敢拢无责任？吼，你嘛是共犯呢，讲起来台死家己母语的共犯。啊！伊叫你莫讲，啊！你伫这种私人的场合，像讲甲囡仔咧讲话，是伫家庭内底，你明明就是会当经营一个讲母语的环境，互囡仔有这环境来学。啊你！你都唔讲吼，啊！所以讲起来，台湾人家己嘛是台死家己的母语，吼、哦、嘛是有分吼、哦。啊！所以这是咱爱反省的。2022年，这个统计伫台湾在学年龄的这个。6岁到14岁这个统计吼，干那7.4%的学生会晓台语，全台湾平均起来。啊，同迄年伫台湾出世的红孩啊，伊伫厝里因老爸老母，甲伊讲台湾话零趴，吼、哦，所以这真严重啊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为2022年了，台语变作断代就对了，吼、哦，这代的人。
为遮去，台语无去啊。因为伊无学台语，伊大汉当然是袂教台语，所以这个真严重，非常严重。其实咱若阁无较拍拼的吼，可能唔念台语吼，用台语啊，阁即个客语啦、原住民的语言，大概阁五十档都无去啊。吼，因为像即个凯西即个查某囡仔吼，伊啊阁好加在伊有阿妈腰吼，啊阁迄阵的阿妈拢也阁是会扛囡仔讲台语的吼，因可能迄华语无遐认得，啊，毋过即马吼。现在已经不是这样，现在像我这个会，做阿嬷的很多，现在阿嬷很多台语自己都说不认得了，所以你那孩子要再会说的，更少，他如果没有那个意识，说在家庭里面，我们就是要让孩子说母语，要要求这项，的时候，都说华语，这样就真的，我看不用到五十年就没有去，所以这我们自己要很注意的，因为你这个语言没去，不是说，就没去就算了，你后面你那个文化你遐价值观啊，都无去，可能到尾连台湾人这个族群、这个民族都无去啊。吼，因为咱看这个平埔族就知影，迄家己无语言的族群是足悲哀，就等于你这个族群嘛无去同款。吼，这咱来足注意的吼。啊，进台语也袂较翘起，啊，毋过嘛危险嘛。吼，啊，所以咱真正就是爱足拼死来搁甲救起来。暖暖张文科，咱来讲书看万地。看这篇小说的时阵呢，一方面让我去想到早期啊，台语安怎在家庭的语言内底渐渐啊无去；另外一方面嘛，啊，思考到伫现处时，咱知影有真济台语的家庭，吼、哦，亲像搁再挖起来，吼、哦，有一个搁再重新搁挖的这种气味，吼、哦。所以最近咱开始有看到，比如讲，生甲欧妈妈好无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回生甲欧妈妈好无的这个团体，也是讲牵囡仔的手，行台语的路，吼、哦，才会啊台语的。用心的爸爸妈妈，因伫厝真得意，甲囡仔讲母语。除了这种的家庭以外，嘛有真济地方的强合台语的强合，啊，像讲伫台南啊，嘛有台语的强合团，就是父母会做伙组织共同甲囡仔讲台语，希望台语卖伫咱这代心乐。阿妈真得意，囡仔之间哦用台语来开讲，建立感情。好、哦，所以啊，伫这几冬，咱会当看到有愈来愈侪台语的爸爸妈妈，好、哦、开始有出现，嘛有足侪会晓讲台语的囡仔。好、哦，像讲伫阮的家庭嘛是安尼吼，啊，阮就是一定甲囡仔讲台语，啊，嘛尽量带伊来参与台语的相关的活动。所以咱会当看到现代的开始吼，会晓讲语的囡仔，咱希望会当哪来哪济啊，搁有异性的父母，买当哪来哪济。碰起小妹，你有看到啥？我有看到一只大只猫咪啊，爬起伫厝顶，是因为伊用跳的，伫个足悬的所在，伊跳起伫太空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玲。阮家咧有两个囡仔，啊，阮自细汉伫咧伊出世的时阵，阮都拢甲因讲台语，所以台语就是因的母语。啊，那甲囡仔讲，阮阿公阿婆之间嘛是拢用台语伫咧对话，吼、哦。啊，是安怎？阮会想讲要变做台语家庭咧？因为伫咧我生大汉的迄阵啊，伊差不多才两三个月的时阵，我本地嘛是拢甲伊用华语伫咧对话。啊，毋过有一天，我家己伫咧厝内底带囡仔，啊，我常常去想着讲，我家己细汉，吼、哦，我的母语是台语啊。啊，是安怎？我的囡仔，伊的母语煞变做甲我敢若无啥共款，这个代志敢若怪怪。我全咧想想的，嗯，我应该爱来甲我的囡仔讲台语才对。吼，啊，我甲阮翁参详了后，阮就决定要甲囡仔讲台语。啊，迄阵啊，我甲阮的囡仔讲台语，啊，毋过我甲阮翁也阁是用华语。阮嘛是到尾啊，感觉
安尼做像是袂输讲，甲囡仔讲台语，敢那咧搬对一出，敢那台语是一个有目的的一个语言。其实台语是咱生活的语言啦，所以阮翁仔某全咧去参详讲，其实咱两个家己嘛是台语母语的，即安尼大汉的，所以咱其实咱嘛会使试看卖讲台语。啊，一开始有小可碍叫，啊，毋过迄个时间真紧就过去啊，阮即马拢做主人的。小海弟，咱今仔日来看遮哦，你看着遮内底有啥物物件无？有足古锥的细只虾。有足古锥的细只虾是吧？对，而且中午食，还佫有红色的酒酒，足古锥的。是安怎会食做台语家庭这件代志？应该是，伫我囡仔出世了后，啊，我甲我的阿姊，就是二军。拢会做伙出去，啊，因为二军伊是因真正大汉的是做学生，所以我有对出去的时阵有拄到一个台语家庭的朋友，啊，我就甲迄个台语家庭的朋友小讲一下话，我讲哦，恁拢讲台语，我感觉安尼足好个呢，因为迄阵我就想着我大学了后，啊，转去阮阿嬷因兜啊。细汉的时阵拢讲台语，结果大汉了后，转去要甲阿妈讲话，因为阿妈袂晓讲华语，啊，阿妈讲的台语，我煞拢开始听无啥有安尼，啊，所以迄阵迄拄着迄个台语家庭的朋友的时阵，我就安尼讲，啊，迄个朋友伊就讲一句，大家会使做伙来讲，安尼台语才有法度继续落去。啊，拄啊，迄阵囡仔出世无偌久嘛，佮袂晓讲话，啊，就因为迄个朋友讲的迄句话，我就想讲好，安尼我就。来开始甲囡仔讲台语安尼，啊有拄到啥物困难吼？阮倒是无啦，因为阮是自伊啊未晓讲话，甚至听无阮讲啥的时阵，都甲因讲台语，所以因自出世头一个语言都是台语，算讲无啥物困难，算讲无啥物困难。啊，毋过大家较烦恼的都是因读册了后，因为学校内底拢是讲华语较济。啊，安尼，因敢对人会着，吼、哦。啊，目前看起来是无啥物问题，因为华语真正是个拢听会着，所以因就算阮厝的拢是纯台语的环境，啊，毋过因踏出门开电视，吼、哦，也是听着，垃圾哦，拢全部拢是听着做些华语的，所以因自细汉华语就听有，啊，要讲咧，去到学校老师就会叫伊讲啊，叫伊对咧讲啊，所以。目前适应是无虾米问题。阿弟甲囡仔讲台语的过程，敢有拄过虾米困难？安怎解决咯？我感觉上困难的，就是一开始的时阵，因为讲话去惯习啊嘛，啊，雄雄要切台语倒来时阵，煞毋知要安怎甲囡仔讲，就卡掉的安尼。啊，迄阵。就是台语迄书店迄啥物个，佮阿无遮尼啊济啦，所以我就是哪查怪哪学安尼。我感觉因为阮细汉时阵拢是讲台语，所以有足济台语个语感佮一滴滴咧。啊，若无我就是家己学白讲安尼。所以拄着个困难就是遐书我袂晓讲，啊怪解决个方法就是去用字典查出来。讲台语即个代志，阮是希望。对于囡仔来讲，这是一个伊心内上有感情的一个语言，啊，伊的文化、伊的身份的认同，就伫遮吼。但伊的文书是伊的故乡同款，伊想起来感觉做温暖的，做有归属感的安尼。讲台语这件代志，对囡仔有啥物期待哦？啊，即摆期待就是。我希望伊就是甲我讲话拢会使用台语，因为伊即马伫学校规工啊拢是华语的环境，所以有时阵回来甲我讲话本来就拢讲台语，啊，佮有时阵煞雄雄就用华语咧甲我讲啊。啊，我干那希望伊会使会记得，就是妈妈佮伊的关系是遐尼啊好，啊，怪我台语是我予伊的语言，啊，希望伊以后嘛会使佮佮伊的囡仔继续讲台语。唔知是甚款原因啦，就伫最近较有机会伫网上吼，啊，透过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啊，较有机会含即个台湾的即个少年妈妈咧接触，啊，较发觉讲其实有足侪家庭。啊，因开始
开始要用母语来请因的囡仔，哈、啊，这是什么款的因素？我想内面嘛足特别，咱去甲探讨啦，哈、啊，所以讲这嘛是好的开始，哈、啊，兼差人数今嘛阁无济，但是唔过咱是咧看趋势，咱唔是咧看一个绝对的数字啦，哈、啊，来看民调嘛是安尼啊，来看这个趋势。啊，毋过即个新的开始，虽望是作小，啊，毋过我感觉是一个真好的开始安尼啦。暖暖咱门客，咱的故事叹万代。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瑞先生的短篇小说来编作，小说的原作。读起来是什么款的滋味呢？这部上来去，咱来邀请老台语随书的台语声，单位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伴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。大家好，我是平金，我来分享《开西公牛》读者感想。若捌带细汉囡仔，还是婴仔坐车朋友，就会知影，囡仔真歹控制。若是巴肚枵，还是人小可无爽快，就会哭。一般人会真紧张，想要赶紧把囡仔安大，卖去吵到其他的旅客。开西公牛这篇故事，就是在描写一位摩丁小姐穿两岁婴仔坐车，拄到囡仔哭，司机妈迄款紧张的气氛。这故事我认为有两个机关藏在内底。第一个机关是语言。故事发生在佛摩萨一片土地，内底使用两种语言。一种是北京话，市内高等人在使用的；一种是佛摩萨这片土地普通人在使用的语言。摩丁小姐在故事拄起个含上尾啊，用北京话对婴仔讲话，那像较符合伊的身份地位。作者用两摆三摆来考试这位摩丁小姐的价值观。第二个机关是名字。名字是一个人对自己上基本的身份认同，用什么语言来号名，就代表伊的身份认同是什么。故事内底，摩丁小姐甲伊的两岁婴仔号一个北京话美国名做凯西，美国名是伊的第一个认同，北京话是伊第二个认同。作者用无想到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步，佮甲借问讲。啊！你这个婴仔名号做凯西，又过一摆考试，这位摩丁小姐对身份的认同，看不起佛摩萨人的语言，用高等人咧使用的北京话来表示家己身份认同，未输安尼较高尚。故事上尾啊，用提问的，你讲因对不住家的阿妈刀，出门爱哭的凯西，互读者去思考。这位摩丁小姐的身份认同到底是对得起什么人呢？就是
梦是永远的故乡，每一次变心内的叫你故乡，我永远的故乡。